大家好，我是七二娃，我现在已经龙娃唱三圈了，然后我今天准备回去看我老汉儿，因为我老汉儿一个人在屋头，我妈是在成都打工去了的，然后现在的话我就去买点菜回去。哪个吃的？炒肉丝。好的，就这个嘛。十八块钱斤吧你。好。十八块钱斤吧你。现在肉降到四块钱了吗？四块钱一斤吗？再去买点蔬菜。十几点钟。十几点有没得？有的。十几多少斤的？八块。八块啊？哎，随便给我拿价。好歹卖没？好歹卖。这是肉的价格了。啊，八块啥子？八块钱是。我又不晓得哈。我老汉儿他一个人在屋头的话，可能都吃得很造孽的。再去买点豌豆丁。等我吧，等我要嫩点儿。现在菜我已经买好了，回去看看我老汉儿，我没跟他说的，到时候给他个惊喜。菜没了吗？还是跟我老汉儿整点酒回去，我老汉儿爱喝酒。有一个是形容的总是浓香五种粮食的，有一个清香四十五的高粱酒。啊，四十五的嘛。啊，懂吗？哎呀，好香哦，这个酒。记得。老板不仅酒给我多倒了点儿，还送了我个围裙。出去干活不讲，到晚上才回来的，就只等到他晚上回来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老汉儿也快回来了。我先把这些菜都弄起，等到他回来都把它炒起。先切皮儿。切好了，放在盆盆上，开始码味了。来点料酒、盐、蛋清、淀粉、花瓣青。把肉丝丢下去，翻炒两下。我给你买酒的哟、哦。买酒，我不得有酒的。笑死我了你！你平常喝的是好多钱一斤的？你不打了好多吗？你平常喝的是好多？你那喝十块钱一斤。我买了四十五一斤的。你平常喝了好多钱一斤的嘛？我喝了四个块钱一斤的。哇，今天让你喝一下。这个四十五块钱一斤的酒，我只打两斤，不然活不着猪。
来，大大。嗯。吃饭嘛。是噻。哎呀，我回来你不高兴啊？哎，你就回高兴，我都是不高兴。都是不干，啥子都不干，我还是高兴。我给你弄饭。是，都在等哟。你是我老汉儿吗？还是哪个哟？你炒我的菜哟，来，快吃，叨叨。嗯。啥哈嘛？你出差一个月，赚好多钱没？我要问你。赚好多钱啊？啊。年三万块钱嘛，你拿给我噻，交给我了噻，还是？嗯，要的呀。好，对。年三万块钱嘛，还是可以了噻。啊，可以。工作了还是可以噻。可以。工作了可以，没得好好的干噻。不好好的干，到时候挣点钱给你买辆摩托车。把你辆旧摩托车还了啦！我还是管不得你给我还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儿，喜欢的记得给我们点个赞哦，拜拜。